灣區傳媒體，全灣區都睇。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打造嘅節目《灣區傳媒體》，我係梁學希，我係蘇奕文。我哋嘅節目又帶住大家從灣區出發啦，透過唔同嘅環節去到國家嘅唔同角落。首先咧，廣為人知呢個環節，帶你去睇睇第九屆老博會，認識一下咧專門為啲老友記而設嘅好多有用嘅設備。跟住灣區新里程就會去到唔同嘅城市，認識傳統工藝之餘，更加會同你睇下發電加養魚嘅融合模式究竟係啲咩嚟啊！當然啦，仲有我哋嘅鳥瞰神州，同你去睇睇重慶嘅靚風景。節目內容咁豐富，唔好等啦，我哋馬上出發去南北快閃啊！在2023世界物联网无锡峰会上，无锡新型城市算力中心正式揭牌，同时无锡算力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目前建设运营方正在全市范围内统一调度算力，包括将国家超算中心、雪浪算力中心三大运营商建设的算力中心等资源流入算力池。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全无锡市范围内相关算力资源将达成合作，投入建设的智能算力总量达到 3200P， 预计明年年中就可以为落户企业提供算力服务。苏州市公交集团为了便利姑苏区西中市附近居民的出行，最近开通了一条乐陵公交专线。这条专线从昌门上车，点对点直达市立医院东区的门诊大楼，全程用时大约20分钟，相较之前节省了一半时间，方便了老年人看病就医。目前专线逢周三早上9点发车，一周一班，后续会根据居民需求不断优化，加密班次以及推出赛场专线、旅游专线等等。近日，杭州市陆续发放首批见义勇为荣誉卡。在首发仪式现场，五位见义勇为的人士收到了见义勇为荣誉卡，而凭着这张卡，他们可以在杭州市市域范围内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水上巴士，免费游览西湖风景名胜区16处收费景点。首批见义勇为荣誉卡总共发放1235张，今后发证工作将会转入常态化，每月办理一次。近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加快以足代数发展3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将以足代数产品开发、生产与应用作为鼓励类项目，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广西竹种植面积达700万亩，竹资源丰富，目前竹制品在餐饮行业中被广泛使用，包括菜篮、水果篮、烧鸡等等。而在家居内饰领域，竹席亦都深受消费者欢迎。扬州市老年大学最近不断创新，开辟了丰富多彩的校外课堂体验课程，将师资力量下沉到社区和农村，将老年大学开到学员家门口，切实打通老年教育最后一公里。扬州老年大学不单止先后开辟了经歌、书法、剪纸、智能手机使用等线下课程，还依托网上老年大学平台精选并制作了20多门网课。近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展览的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有350多家知名的养老品牌齐聚一堂。我们现在即刻就去看看今次的老博会有什么智能养老新产品，可以令到一班老友记可以生活得更加方便和舒适。本届老博会展出上万种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养老服务，涵盖适老化产品、智能养老和康复护理等8大展区。老人家的骨质疏松一旦跌身，很容易引发骨折，由展商带来了一款智能防跌马甲。那么我们这个马甲呢，里面搭配着我们的高精度的传感器，我们的传感器呢可以预判到老人是否发生摔倒。那么当老人发生摔倒的时候呢，我们的产品呢的气囊会在0.08秒弹出，保护老人在摔倒中不受到伤害。
系列产品售价由1000蚊至3000蚊不等，可以通过更换气瓶多次重复使用。好似呢啲咁嘅智能化息脑产品，就正正系今届脑博会嘅主角。部分老人家的下肢力量比较弱，马桶坐耐了经常会脚痹。有参战企业带来一款马桶助力器，它可以升高到一定的高度和角度，帮助老人家自己起翻身。实在不得，仲可以按这个掣，找人帮手。可能更多老年人会选择在家和自己的子女一起居住，希望可以通过居家养老的改造，去令这个家居环境更加适应老年人的需要。另外，2023年广州市养老服务供需对接交流活动暨首届广州智慧康养息老装备创新设计大赛同步启动，企业能够参与到我们养老产品的设计当中来，能够为我们的老年朋友呢提供更多这种适切他们的身体需求的智慧产品。我们的保姆兼职是帮助老人家上厕所和洗澡的，就可以有自动驾驶功能，能够通过语音呼叫，能够把机器人叫到床边，然后通过这种机器代步到洗手间去啊，就防止他跌倒的这种风险。此外，广东省民政厅仲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及福利局签署咗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合作意向书，未来将会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合作探索。大湾区城市交流越来越紧密，亦都促进咗人才嘅流通。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招聘会，有40多间嘅大湾区企业去到现场招聘，有企业更加开出最高年薪60万去吸引学生。我哋而家即刻就去现场睇睇有啲乜嘢嘅好工啊！嚟现场应聘嘅唔少系红鸟硕士班嘅学生，这个班创新采用全周期项目式嘅教学，践行融合学科育人理念，培育学生端对端解决系统性问题的能力。不少企业表示，今日面试的一些学生思维执行力令他们非常惊喜。刚才我有问到广科大的学生，那你在选材料的时候你会考虑哪些维度？他会把企业的应用端考虑的，比如说利润成本他都会考虑在内的。对，所以说他们再去考虑问题的方面全面性会更好一些。现场招聘的绝大多数都是南沙本地的企业，涉及自动驾驶、先进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新科技领域，开出的薪酬条件亦都非常优厚，有企业甚至向毕业生开出30至60万的年薪。南沙区相关部门亦都到现场宣讲，详细讲解南沙的人才政策，不少学生都非常心动，表达出想留在大湾区、留在南沙发展的意愿。本身在香港那边也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内地的一些高科技企业。我就读的专业是可持续能源与环境，然后因为是研究生，所以研究的方向是更多关于建筑低碳科技的应用和循环经济的应用。大湾区呢，大家全国的地方的人才都向这边来走，所以发展的前景都不错。我会比较想要留在这边发展，因为它毕竟粤港澳大湾区它现在一个发展势头非常的强劲，然后而且在这边很多创新的政策，而且也很迎合碳中和相关的政策。港科大广州第一批硕士博士毕业生明年毕业，预计有300至400人。其实学生也是学校和企业的一个桥梁，他带着我们学校最新的一些科研的成果，一起到企业去，然后再和企业一起助力大湾区的发展。嗱，藝術品咧有時唔係單止係喺藝術館嗰度睇得到噶，咁好多時候咧喺我哋生活當中唔同嘅地方細心留意都會見到佢哋嘅蹤影噶喎。係噶，而最近全國知名公共藝術 IP 就喺廣州琶洲集中亮相，我哋一齊就去睇睇有冇一啲你覺得熟口熟面嘅 IP 啊！2023城市艺术季，广州国际公共艺术博览会展出了不少艺术家的国画、油画、雕塑等精品力作。许鸿飞带来了一批在世界各地展出的雕塑作品。它是有情感的，就公共空间应该多一些这样的生活化的作品。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这类型的作品给民众带来另外一种愉悦和快乐，也让城市的公共空间多样化的东西。展览仲展出了很多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他们通过互动装置令作品活化。这个名为绿洲蔓延的艺术装置就是运用塑料、不锈钢、流光导线等制作而成。我们就是想有个草皮可以让观众逐渐走出去。各种花卉呢也是想代表的是其实是观众的每一个个体，希望他们能感受到艺术的效果。
这个由新媒体艺术创作团队打造的艺术 IP 作品，无疑在废土中扫描读取数据，引发观众对现在人工智能和数据化浪潮的思考。观众还可以通过手机扫一扫进行虚拟互动。您有点像进入到了一个影视后期的一个置景的一个现场，对。然后我们其实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一些造景术，再加上装置艺术作品，还有 AR 交互呀、数字艺术呀，把全方位把各种各样的一个形式融合在一起，给观众一些新的感官体验。这一次的展览一共有五大艺术主题展区，这里就是数字艺术展区，里面通过一些投影等的数字化技术，可以给到观众沉浸式的体验。广州国际公共艺术博览会展出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包括光影、艺术、科技、装置、潮玩等近万件展品，呈现出一场城市公共艺术盛会。湾区新里程，第一站我们去到江门，这个季节腊肠、腊肉、腊鸭、腊味煲仔饭，还有双腊蒸芋头、腊味炒菜等等的菜式是很受江门人的欢迎的。哇，听到流晒口水了。不过想深一层，究竟怎样才是唯一一条好的腊肠呢？腊肠又要经过多少个制作步骤才可以上市销售呢？我们现在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江门礼乐街道武东村是有住腊味村的这个美誉的。咁礼乐的腊味咧系五邑地区的著名嘅特产。咁自江水年间咧，礼乐街道咧已经系开始生产制作呢个腊味噶啦，至今咧已经系有8年嘅历史。咁一条好嘅腊肠究竟系点样诞生嘅咧？今日我就带大家嚟到礼乐武东村呢一度，一齐嚟了解腊肠嘅生产制作全过程。嗱，呢啲就系我哋选购嘅嗰啲。真正的嗰啲後腿肉，即係用嚟做臘腸咧，就比較好啲嘅。因為啲後腿肉咧，佢本身就比較均結均正啲，用嚟咧做嗰啲臘腸就比較即係食起嚟啊，各方面啊清晰度啊都會比較好啲。我哋咪之後咪開肉咯，將佢用佢碎肉機，將佢呢個刨肉機將佢開咗，好啦，開咗之後咧就要攪肉啦。即係攪碎肉咧，做臘腸咧就好講究嘅。如果你真正純肉嘅臘腸咧，就要比較粗啲嘅，即係做啲肉粒大粒啲，先至做出嚟嘅臘腸口感同埋啲即係清晰度都會強啲。即係我哋咧，如果咧選擇好曬啲肉啦，稱好曬搭配啦，就開料，即係將佢拌好料之後咧，我哋就要經過呢個咁嘅灌腸車間啊。灌腸又好主要嘅，即係做出嚟臘腸啊，飽唔飽滿啊，整唔整齊啊，啊靚唔靚啊，就係全靠呢度。嗱，你可以自己試下慢慢，即係係啦，將條腸衣套入去。啊，系啊，一手系啊，咁样系啊，系啊，系啦，好啦，嗱到呢度你要打个结，好啦，打结你就开始嗰度慢慢放少少过嚟，系啊，放少少过嚟，放过嚟呢边系啦，然后又将呢度打个结嘅啦，好啦，打好结之后咧就放喺呢度，就等佢即系要排水啦、打针啊咁样，好完成咗呢度咧就开始就捧嗰啲水草就咁樣將佢嗱呢度咁樣將佢咁樣嗱拱佢落嚟，係啊打，係啊打佢結，然後再用麻繩將臘腸捆綁掛起，最後經過清洗晾乾嘅臘腸將會被放置到烘乾房，喺攝氏55度嘅環境底下焗桑拿3至5日，紅卜卜嘅廣式臘腸就會完成啦。製作完成的臘腸再經過拆線、裝袋、稱重等工序，一包包精緻的臘腸就會出現在我們眼前。為什麼我們還是選擇那些人工做法呢？就是保持純天然的腸衣，即純天然的腸衣是不可以用機械代替，不用機械代替得到，即那些雜草啊、熟成的工序一定要是用人手。我們現在一直每一日的產量大概都是即係6000斤左右啊，嗰啲成品啊，如果咧往年咧生意好嘅咧，就會加啲產量啦。主要銷往咧，我哋啲港式腸咧都係以香港為主，香港啊、澳門啊咁樣。據了解，江海區禮樂街道武東村是五邑地區最大的臘味生產基地。2000年武東臘味開發區應運而生，將分散的各個臘味廠集聚到一起，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對整個臘味行業進行規劃，制定嚴格管理規定，嚴把質量關。
截至目前，武东腊味开发区共有腊味生产企业30多家，带动了养殖、冷库、抢衣、销售等上下游就业人口数千人，多个品牌广受大家的欢迎，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名副其实的腊味村。近日由中山市一间新能源投资公司研发投运的全球首台风雨一体化智能装备明鱼一号正式迎来了他们首批的渔获，而这种低碳养殖的渔业模式对深远海养殖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现在一起就去了解一下这种智能技术。在离岸近8公里的阳光远海海域，工作人员撒下第一网，收鱼近5000公斤。3个月前，亦都在这一片海域，全球首台风鱼一体化智能装备明鱼一号整体建成，随即开展金枪鱼深远海智能化养殖，首创性实现了海上风电加海洋牧场深度融合。由于没有国内外先例借鉴，明鱼一号是由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那这个装备呢，之所以是全球首台呢，是因为在研发过程中啊，它涉及到了一个交叉学科的问题。那因为我们本身啊是风电制造企业，我们呢有比较强大的这个风机和海工的这个设计制造能力，然后我们又搭建了我们的渔业养殖还有智能化数字化这块的团队。在研发过程中，团队先后克服多项困难，实现了用一套装备实现发电和养鱼两个功能。明鱼一号最高可以抵御17级超强台风，而且通过大数据和 AI 计算，具备智能投喂、自动洗网等功能，工作人员可以实时远程查看并进行养殖作业，提升了绿色渔业进一步挺进深海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我们这里有一条智能化的一个导管，通过它 AI 的一个指令，它就实现可智能化的一个投饵。我们还有一个自动清洗的一个功能，我们的网衣机器人可以从那个导管下面下到那个水网箱里面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清理。何兆辉介绍，养殖期间，明鱼一号不单止孕育了深海金枪鱼，还吸引了不少野生鱼种自发前嚟栖居。这个亦都印证了合理有效的风鱼融合模式，不单止可以实现海洋渔业资源恢复，提高海域基础生产力，还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海域生物量。目前公司正全力推进海上风电、海水制氢、海洋牧场于一体的海上综合能源产业的建设和投资。当我们感受到国家的这种政策引导，我们也是快速的从风电的开发设计制造的公司啊，转型成这种综合能源的开发设计制造的这种公司。所有的这些跟海上的这个能源挂钩的这些能源形式，我们都在做一些尝试，然后去力争呢将来实现海洋经济的融合立体化开发。講到佛山就真的要提下陶瓷了，因為佛山就被譽為南國陶都，而陶瓷產業在國內乃至國際上都相當之出名的。跟住我哋介紹一位大師級的人馬俾你認識，佢就係中國陶瓷藝術大師潘柏林。最近佢就喺佛山順德嘅清輝園博物館舉辦咗妙手神韻潘柏林陶瓷藝術作品巡迴展，我哋而家一起去睇睇大師嘅作品啦。展厅内展出的潘柏林代表性陶塑作品全神多变，惟妙惟肖，其中作品得心应手，以龙印为形，象征一种威严的力量。它有几大类的作品我都喜欢，得心应手了，我希望我们明年各个人都得心应手做事情啊，如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柏林从事陶艺创作已经有50多年，是佛山陶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作品风格多样，具有创新性和想象力。创新的话，首先要做好我们本身传统中比较优良的那种技艺，做好了才能够去创新。我的东西没有固定的城市，只有感情上的舒展，把心里的东西做出来。本次展览共有4个系列，包括民族系列、人物系列、动物系列以及仙家道佛。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民族风情题材，有喜临门、回娘家等系列作品。当前呢，就佛山呢正在推动陶瓷艺术呢大放光彩，走向世界。这个展览呢也是宣传我们佛山陶瓷，这个推动我们陶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这个雕塑作品展已经先后在江门市、中山市等地举办巡回展，佛山的巡回展将会持续到12月24日，有兴趣的市民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啦。因为上网买嘢啦，同埋叫外卖咧，近年都非常之流行啊，咁所以咧，我哋喺街上面成日都会见到好多嘅速递啦，又或者系送外卖嘅朋友。但因為工作性質的原因，其實他們都會面對住就餐難、休息難等等的問題。是啊，所以為了解決或者幫助他們這些困難的狀況，江蘇省宿遷市第一間小哥食堂就正式投入使用了。聽說吃一餐飯只需要5元計而已，去現場看看。有花菜、藕果、這個莴笋，好了，再打這邊這個，這邊這個肉吧。下午2点，在宿迁市宿屿区超市一楼的小哥食堂已经有不少骑手正在就餐。宽敞的环境、丰富多样的菜肴，令小哥半日的疲惫减轻了不少。这吃饭速度比较快一点，然后能够及时的去吃过饭以后再去跑单。外卖骑手刘穗从事外卖行业已经6年多了，之前为了把握中午很多单的时间，午饭都是随随便便吃了就算了。最近这个小哥食堂开业，他就跟同事一起来试下，只需要用5元就可以吃到1荤2素、白饭任装，还有热水、充电器等设施。这样的就餐环境令他觉得非常幸福。我感觉这个菜搭配的非常好，油荤有素啊，都是平常是我们爱吃的这个菜啊，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一班车手经常都要等到2点过后先有时间吃饭，为了方便大家就餐，小哥食堂将就餐时间延迟到下午3点，并且在打饭处设置保温台，保证一班外卖员可以吃到热辣辣的饭菜。菜品的质量安全，我们跟市苏峪区市场监管局进行结对帮扶，每周对我们餐饮食堂进行食品安全监测，整体运营情况非常好，每天就餐的人员大概在200多人。唔单止咁样，喺小哥食堂旁边仲打造咗车手微家，为骑手们提供休息、饮水、充电、上网、工具维修、应急药箱、雨伞借用等服务。做饭的环境呢也是非常好的，食品呢也是有保障，附近呢都有那个微家的休息点啊、卫生间、充电呢都是非常的方便的，也感到呢非常的温馨。小哥食堂是宿迁市首家针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打造的餐饮食堂，除了食堂里面可以就餐之外，还公示了48家爱心商家联盟，骑手去到这些商家帮衬亦都有优惠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入职满3个月，就可以到我们苏峪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综合服务中心免费办理风行卡，持风行卡到爱心商家联盟成员单位，就可以享受到优惠的就餐、理发、电动车维修等暖心服务。廖暗神州精彩在线，今天带着大家去到重庆市永川区的茶山竹海景区，这里曾经是电影《十面埋伏》的取景地。是的，而这里除了连片的茶山和竹海美景之外，最近这里的云海都非常好看，有时就好像瀑布，有时就好像棉花糖，如梦似幻。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镜头一起看看。今天湾区传媒体的节目时间够，我们下集再见，拜拜。